这个漂流河这一片啊，已经在开始回填土了。在下一步工作的话，我的建议是先从这一个机房开始开挖，开挖啊，完了之后再是这个地方，再是这个地方。好的啊，也就是说，这是 number one go 之类。三个地方开始。啊，对，把这一片做完了之后，再是做这个激发，在最后第四步的时候是完成这个混凝土的工作。哦，现在挖了漂流河，是现在没有问题吗？挖了漂流河，现在不要去建它，因为我的那个建议一直就是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面挖，因为你这个挖的越深的话，这个周围你现在回填的到时候它有可能是全部的挖它下去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好，但是你翻译的时候你不是说是很危险的好。